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默默乐园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的世界积木积木蛋。这个场景有一坨猪、僵尸，还有一坨红塔、铁锅。这怎么拆？这样拆。拼装说明在包装的侧面。好，我们先拼僵尸，先不用拼僵尸，僵尸下次拼，先拼猪，一只可爱的猪。这脚，猪完成，拼僵尸公仔。这是它的头部，它的手臂，那还剩一个铁骨，哦，先来长颈鹿找出这块方块，然后再找出一块水流方块，搭成一个金字塔。两颗血铜块，这金字塔是建在这的。这屋顶。屋顶还有一些装饰，红色方块盖成屋顶，屋顶完成之后，拼一根胡萝卜，胡萝卜种在这，点缀一些小草，
和蓝色分开，一颗种子，这是甘蔗。这个屋顶盖的不结实。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。有个火把，我把它住。我把它在这，一天在这，这场景马上就要人群了，和大石头。我十九分钟戴在屋子上，好，产品完成，关上屋。僵尸工坊，不会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的世界积木拼装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话，就点击下方链接来购买，请免费听哦。默默玩具每天更新，拜拜。